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个星期的 Soul Flute 每周通讯。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一。先我们首先讲一下今个星期呢，好好，今个星期有8051次突破好像第一次过8000的观看次数。第一位是张国荣的追526次。第二位山下达郎的 Get Back in Love 525次。第三位 Leslie Ride 跌到第三位493次。第四位 Mr. Children 的 Hannah B 386次，跟住是我的 Old Christmas Tree 381，跟住是陈奕迅的单车376，上星期的 Soul Fruit 每周通讯是373，跟住这个是嘟嘟嘟的嘟嘟嘟嘟346次，跟住是 Dream Come True 那只未来预想图二326次。跟住然後有個山下達郎 Dreaming Girl 307次，過10個未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夠10啦。啲校制啊咩歌嗰啲全部都係差唔多啦，11、12、13。我嘅柯南，我每個星期都要睇下柯南跌到去邊先。柯南跌到78次都算好㗎啦，隔咗咁耐仲有人睇。今個星期咧多咗14個訂閱啊，其中咧我嘅山下達郎嘅 Dreaming Girl 有成3個。Snay Ride 3個，教你如何吹笛頭2個 ，When You Wish 1個 ，Jingle Bells 1個，小田和正的 Sayonara 有1個。我最喜意看的地理，香港4496次，日本1088次，美國316次，台灣279次，英國115次，土耳其43次。有個新增的危地馬拉，不知道是我應該再看聖誕歌了，12次，加拿大11次。觀眾年齡層次，65歲以上 7.01%， 55至64 7.1%， 兩個一樣，45至54 10.5%， 18至24多翻啲 8.8%， 25至34 6.7%， 女性 35.5%， 日期了，最少人看的是12月7號星期三，最多人看的是12月9號星期五3447次，哇差咁遠。跟住訂閱狀態，未訂閱看我的片的人有4114次觀看次數，訂閱了的3937次。我會喜歡這樣未訂閱的多一點，會對我來說我覺得會好一點。訂閱來源上星期本來有18個，跟住少了4個，哇好多啊，看完我嚇走了。今個星期都是這樣，接下來明天我就應該會把我所錄得幾滿意的心情相融啦，用了4條 track 錄的，我挺喜歡這首歌，是第一次錄合唱歌，明天大家聽一下啦。就低音呢我會用男聲，我會用低音，女聲我會用高音，跟住那些那些就會教個麥較細聲啲，然後錄出嚟睇下做唔做到嗰啲嗰啲效果，希望大家聽日會中意啦。今日嘅每週通訊係咁多啦，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。中意我嘅片嘅記得訂閱、贊好同埋分享啦，拜拜。